Yang ya.哦，西餐的啦。嗯，这一种面都是西餐，这个是阿拉干的。嗯。嗯，他也是有卖西餐的。这个是单点的菜。好像看起来好像不错，对吗？日式炸鸡蒜头炒饭，它另外有鸡哦。这辣椒啊，咖喱，咖喱也是日式咖喱鸡排，这里有8.8的特色麻婆豆腐饭，可以啊，叫这个再叫别样东西也是可以。是，嗯，日式鳗鱼饭套餐，它还是有一粒弹性蛋的。泰式东洋海鲜面，江川意大利面，这是 spaghetti 啊。有一点像。综合，嗯，这个是 for 综合餐哦，它不是单单卖日本餐的。它是综合料理啊，嗯，算是综合料理啊。12点到9点，香辣鸡排拉面啊。嗯。我要这个，我拿给 yaki rice， 然后刚才他叫的是这个、麻婆豆腐啊，然后再一个这个。香辣鸡排。对，就这样。汤汁，白饭的汤汁。
蛮大的。嗯。辣吗？豆腐会辣吗？还好呢吗？还有粒糖心蛋和麻婆豆腐，那日本大米，才8.8块不了这份。错了，不贵哦，便宜。日本餐8块多便宜。嗯。他饭其实很多一点。饭多。嗯。OK， 好，谢谢。这火塞烂柴有了。哦 ，OK。没有塞了 ，OK。这也是刚开不久啊。啊，刚开不久，差不多11月中开。哦，11月中开。嗯 ，5% 吧。5% 啊。嗯。清新蜜瓜酸奶啊，啊香蕉，不要我香蕉吃哦，香蕉对肠胃好，不要，蜜瓜还是可以的，蜜瓜，嗯，哎还有浓浓榴莲，那里面是按摩的，知道，好像那种油米酸奶锅仔这样的，嗯，原来的，哎这个绿眼泥啊是 kiwi 哦。
叫个忙来忙去酸奶多，啊，大了，啊，然后再来一个青春淘气漫游，青春淘气漫游，啊，葡萄什么，啊，大了。哦，大是这样的。差别在哪？